家提到了好几个跟 PaaS 相关的一些方法或者是属性，但这几个容易让大家产生混淆，我们给大家在这里做一下区分，写一个简单的例子。我们接触过哪几个就是说路径呢？第一个呢，肯定是 require，对吧？可以 require 一个模块，custom node。我们就 require 一个我们最开始写的 custom mode，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。这个里面呢，就是输出了一个变量跟一个方法，我们可以把这变量打印一下。然后第二个是跟路径相关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还就是接触了 dir name，就是我们每个 Node.js 的模块在进行传入的时候呢，都会包裹一个方法，其中方法中就包含了一个 dir name。当然也传入了一个 file name，这个是一回事儿。我们来看看 dir name 还有什么呢？我们介绍 process 的时候的 process 点 cwd，这个也是一个路径，对吧？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。还有什么呢？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相对路径，我们就是说 pass 点 resolve。就是我们看看相对路径是什么呢？需要引用一下 pass 模块。我们看一下相对路径所代表的实际的路径是什么，就是用 pass 点 resolve 呢，把它给解析一下。陆续啊，就是都看了这几个了，我们来对齐一点。看一下这几个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有什么区别。我们来执行一下，分别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就是我们用 require 第一个结果呢，就是帮我们给打印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再分别看一下下面三个 dir name 三个的执行结果都是非常一致的，都是当前的路径，对吧？就是我的 pwd，对吧？在这种情况下呢，都是高度一致的。但有的时候呢，它会不一致。在什么情况下呢？比如说啊，我在命令行上退出一个路径 cd 点点，或者是干什么呢？我就是说。这样写，用 Node 来执行一下这个，发现这样执行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呢，把它给退出去。大家记得，这个时候我并没有退出去，只是用路径来表示这个文件名，对吧？现在呢，我把 pwd 呢整个给改了一下，就是退到了外层，然后呢执行 Node。这种时候呢，我在执行就是说 demos 下面的二三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时候的执行结果，发现哎不一样了。require 呢还是一样的，都能拿到。dir name 呢和我们就是说想象的还是一样的，就代表文件所在的路径，对吧？文件就是在 demos 下面的。但是呢，cwd 和我们的点斜线却发生变化了，变成了我们当前的路径了，是不是啊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不是我们当前执行 node 脚本的命令啊？这种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区别了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给大家总结了几点：dir name 和 file name 这两个呢。总是返回就是文件的绝对路径，也就是我当前这个文件，无论 Node 在哪儿执行，都是返回我这个当前文件在物理磁盘上的路径。File name 呢，就是指它在物理磁盘上的路径。Process 点 cwd 跟它就不一样了，就是总是返回 Node 命令所在的文件夹，就是我在哪儿开始执行的 Node，我开始就是说执行的命令呢，它就认为 Process 点 cwd 呢就是这个。其实我们看名字也能猜出来，process 点 cwd 本身就是说我这个进程是在哪儿启动的嘛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呢，我就想看一个文件的绝对路径，就可以用上面这种方式。如果有的时候呢，我就想看看当前用户在哪儿启动的这个脚本，我就可以用 process 点 cwd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相对路径，点斜线或者是点点斜线，这都是一样的啦，因为都是相对路径。如果在 require 方法中，无论你是怎么调，它都是相对于文件所在的文件夹，也就是说，它无论怎么调都是绝对路径，和 dir name 啊那些是非常像的，file name 那些都是相对于我这个文件就是在物理磁盘上的一些相对路径，并不会因为你 node 执行的文件夹不一样而产生变化。而就是说，在其他地方不是 require 的地方使用的时候呢，那么就和 process 点 cwd 一样了。
相对呢，都是相对于在调 Node 这个命令的时候的一些启动所在的文件夹，而不再是我在哪个文件里面写没有关系了，只跟我在哪儿调用的命令有关系。关于这个两点，大家一定要就是说区分开。